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了，3月。哎，操！哦，705车的，哎呦，咱来这啊，来主要9:49，705车的。三台电脑加数学生有道理。拜拜。啊，一六单台电脑，单台电脑数学生有道理。我是刚刚那时候上了112年了。3月15号，瑞芳，瑞芳满9:49，然后以及1364，上瑞芳的913区间车，北部发车仅有沿线开往瑞芳。913全车在不知道那里呢，我大概拍到407，他走了，对吧？还是会拍一下。如果喜欢那个马仔们，多多对我们大家，那这期节目拜拜。